今天是试打高端系统的第二期。是是。那我们到对面先切设备测量。我们的这个疫苗还是一样，都放在测温的哈，这个就是二到四这个度C的这个冰桶，然后我们现在才拿出来哈，然后同时我们再封解封签哈，好。真的就可以拿起来，就把它。